刚刚我想说啊，你爱大奶，我今天就奶露大奶给你看。哪里在哪？欸、我奶现在比真妹子大吧。你指我的奶干嘛？我现在是可以随便露吗？再问。把你们的声音都借给我，可以吗？不要过来！为什么？你穿那么高的鞋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难得来北流。哎、欸、是。然后我想说我要搞一点大的。All right， 像哪？他不是九月份的寿星吗？对不对？干嘛？但是现在还是九月，对不对？想不到吧？虽然我们只有因为一个节目结缘，但我人就是这么好。祝你生！你不是说你不能来？你都入行几年了？他的话你会相信？是这么简单杀过去的谎？哇塞，没有啊，因为有些人是说他们不能来，真的就没有来。对，那些就是不是真的好朋友，你自己要分清楚，你知道吗？爱你啊！刚刚我想说啊，你爱大奶，我今天就奶露大奶给你看。哪里在哪？我奶现在比真妹子大吧？你指我的奶干嘛？我现在是可以随便露吗？但没事啦。好，凡凡最大。哎呦，我好洗完了没到底，没关系。先按三条街，我才在看最要。